余文乐无惧北京大雪，酷群现身时尚颁奖礼。时尚杂志前天在北京举办男士年度人物盛典，不少男明星都盛装出席，其中穿着酷裙现身的余文乐抢尽风头。哥哥，穿裙子冷不冷？有点冷。可以给我们稍微展示一下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？没有，不是裙子，是裤，只是看起来像裙子。但他们刚好碰上北京大雪，气温最低降到零度，不知男星们怎么御寒呢？我今天主要的工作都在室内，所以还好，还真的没有做，没有这种防范，在这边也有段时间都挺习惯的，就穿多一点嘛。反正今天看着天气也不大好，我一天都在家里待着。